林可家族。小林玩具。各位，欢迎大家参加公主大赛。第一位参赛者是小林。啊啊啊！听完了小林的自我介绍，第二位参赛者是夏天。我是今天的候选人二号夏天公主。你知道我最爱 hip hop， hip hop I love you， you know that。 Say say 夏天， oh oh yeah。那个夏天，自我介绍就到此为止吧。Yeah yeah， I got it。第一轮料理对决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那么从现在开始。料理对决的胜者是夏天。第二轮对决是是画画对决，请把这个奥拉夫画得漂亮点。 Let's go， 加油。
Leg。哇，小林小姐画得真漂亮，太棒了！哇！相比之下，夏天我有这么难看吗？那么众望所归的最后一轮，公主们要一直保持端庄的外表，请展示属于自己的美。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哇，真是美丽啊，小林小姐。真的吗？谢谢。雪宝，我怎么样了？当然，夏天小姐，你也很美丽。小林获得一分。夏天也获得一分。今天公主比赛的胜利者是小玲，还有夏天。呜呼